平凡之路那个调调，借追气的饭团，我想想。直接上啊！我真的是日了狗了啊！是吧？我他妈，我都想砸人了。我的像素很低吗？啊！我他妈不要杀了！是这样是吧？这样是吧？行，好，这么对我可以互相伤害。既然这么对我，我本来就这样，本来改成那个什么王八蛋私通老板，带着流沙机逃跑了什么的，伤心！你们居然嫌弃我，难得弹一首，你们居然嫌弃我，就非常走心啊！这么走心的一首歌，你们居然嫌弃我？你看我他妈一弹就这样啊，是吧？我都不知道该干什么了，怎么了嘛？还哭？我要关播了，我们不能做朋友了，还他妈打鼓。